我是英子，今天来为大家带来一个夜步舞的基础步动作内交叉。好，内交叉我们先来练习一下左脚，它和奔跑事实上是一样的，都是一个落一个抬，但是落的时候我们交叉交叉就要把左脚落在右方的位置啊。落的时候就像后卡是一样的道理，然后左脚在前右脚在后。好，前面是脚跟，后面是全掌落地。好，反方向，这是一个落，抬的时候就要把身体转成正的，直接把前面地上的脚，前面的脚向回收，后面的脚向上抬，抬成正的。好，反方向，右脚出到左边的方向，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，出。好，收的时候收成正侧，右脚收回来，左脚抬起来。好，注意一下是在地上滑的啊，反方向，再来，出，收，出，收。出收出收，好，看一下背面，来，左脚向前出，向右侧出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。好，出，左脚是脚跟着地，右脚是全掌落地，这是一个半拍。第二个半拍收腿的时候是前面的脚在地上向后滑，后面的腿向上抬，垂直啊，垂到正面啊，因为内交叉收到正面。好，反方向，右脚向左侧出，左脚向后。好，这是出，收的时候一样的，抬腿，右脚在地上滑，左脚向上抬，抬。好，反方向，我们做一个两个动作出收连接起来的啊，出收，出收，出收，这个就是如何加快的，就是我们出收是一拍，出收这是一拍，你刚开始你可以中间在上面空一拍，然后第二拍的时候再来出收。再空一下，你时间长了，你习惯性了以后，这两个都练熟了，你就可以连接起来了。出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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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就连贯成了。再把手势的动作加上。好，好，下面我们来跟一下音乐。